把你给套住呀，印象不散的教室的从不畏惧看出我的在路我的态度就是很直接，要让套路退出我的视野，我的智慧和正义很直接属于我的世界呀，身边都充满了套路呀，总是想把你给套住呀，印象不散的教室的从不畏惧看出我的在路看清你的套路危险，所有套路暴露在我眼前，我在高处俯瞰这些黑点，正义就算知道拥抱妥协，所有 trouble 布满我的周围，就算找到角色 it's ok， 想阻碍我的道路 no way， 打破所有规则绝不后退，其实套路也都来源于自己，我们的不完美也在套路自己，可能你太懒惰，可能你太软弱，想说却又不敢说的麻烦事情，你需要振作多一点点自信，克服更多生命更多事情，不要忘记至少扛了责任，除了抱怨也要审视自己，他们都想看你被失败折磨呀，还好没有放弃没有堕落呀，左边是天使右边是恶魔Be myself， 只有我还活着，我不需要人人对我理解，我的方式太过的直接，这样的套路只会给我提携，正义我愿永不会熄灭，不可能被打倒的地上强劲有力的臂膀我手里握着希望那真实不变每个地方汗水是我最好的证明，面对 tracking 我的胜利，不必担心不必要的问题，内心炙热代表的正义呀。保罗，你知道阿斯为什么跟着张博吗？阿斯，我跟他不一样。哼，他跟着张博可以赚更多的钱。他想，如果他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家里就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这是他的憧憬。我想他一定会很明白，犯罪是一条不归路，只要他踏出了第一步，从今往后，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要一直走下去。而后的景象，已知一定很难看。最后呢，还需要你身边的人来帮他收拾残局，所以他宁可让你瞧不起，他也不希望你是替他收拾残局的人。当年你哥加入蓝天社的时候，为的就是养家糊口，所以他不希望你也加入蓝天社。阿斯知道，他没有别人的本事，他也没有办法保护你。我和你不一样，我没有亲人。你呢？你得活着，你得为阿斯好好活着。好了，谢谢你的烟，快走吧。申哥，谢谢你。我一直都把你当我亲哥，一直打心眼里你当我最亲最亲的人。秦姐，张博他叛变了，现在整个黑帮已经被他控制，他还威胁公益拿 SD 卡换陆立深的命。卡在公益那儿？我已经把黄玉玲救出来了，他把卡交出来了。那现在卡在哪儿？卡和黄玉玲都在马局长那儿。那张博那边？公益和公里去救人了，我现在准备带队过去。那我们现在马上跟许红申请事，带队去救人。什么？为什么要向他申请啊？
他现在是代理局长，任何大的行动都要经过他的批示。他是代理局长，他凭什么做代理局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再喝点什么？有酒吗？东西带了吗？就算带来了，也不是给你们这群狗的。哼，口气挺大。我今天就让兄弟们看看，你公义就是一条浪得虚名的丧家犬。我先问一句，在场的各位，有谁对梅曼还有陆立深动过手呢？这几个小杂种，你没问题吧？动过手又怎么样？不过陆立深硬得很，怎么打都打不死。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硬，也打不死。公义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你是来给你哥收尸的吗？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人呢？带出来！走，野魔子，快点！放开！宫毅，宫里，你们快走吧！一哥，把卡交出来，先把人放了。你觉得你现在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收留的什么？说什么？两颗手榴弹，应该可以把你们全都炸死。你小子吓唬我是吧？那你就试试。给我开枪，先把这话多的给我打死。他们不敢的，说不定手榴弹都是假的。动手啊！你们都疯了是不是？啊，自己老大不认呢？你们以前谁和他一起长大的？大嘴、花皮、灰太狼、油条，你们应该很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假的手榴弹，我是怕死的人吗？我既然来了，就算死也要把人带走。少废话，今天谁敢跑我就杀了谁。你看你看你看，多恶心的人呢，动不动就要杀自己兄弟，跟着他干什么？把手榴弹收了。你先把人放了。我还就不相信你敢炸。把人放了。把陆林先给我带过来。你干什么？申哥，别动。宫毅，宫里，你们快走吧。给我打。废物！郑伯，郑伯，你这个混蛋，你给我住手！张伯，你还想不想要 SD 卡？
知道炸弹是假的。来，把卡给我，不然我就杀了他。嗯，张博，这个就是你要的卡。我现在把卡给你。你这个混蛋！你把人给我。谁帮我把卡捡过来，谁就是以后我的二当家。我来。不要再往前了，你放人吧。小曼，过来。SD 卡交出来，你们就别想出这个门。急需啊！小心！小心！阿山！Oh!
现在告诉你，无论你做错了什么，我都不怪你。你会醒来吗？哥，我从小到大都听你的，今天你听我一句好不好？我们回家。你看，你的兄弟们都等着你，云卓需要你，我也舍不得你。陆林山，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你这个笨蛋，明明已经脱险了，你为什么还要为我挡那一枪？你以为你就解脱了吗？你以为现在就能连去见我哥了吗？听到我说什么了吗？你这个笨蛋，你怎么当老大的？你起来，你起来，你告诉我，你起来，你告诉我，你怎么当老大的？哥，你起来，放开我，你说给我听，说给我听，你放开我，我要见我哥，放开我。您不说两句吗？不说了，这辈子欠他的下辈子还吧。兄弟们说申哥不在了，之后可能还是要您出来主持大局。我之前跟申哥约定不再涉足这个，到时候看小曼的状况好点，由他来决定吧。是。还有保罗的后事，他也是为了救我而死的，办风光一点，照顾好你曼姐，我出去一下。是。去哪儿？吃面，叫你的周银元一块儿去。一哥，你不是要带我们去吃面吗？是啊，这里哪有面馆啊？这里是人家吧？没错，本来是要带你们去这家人的面摊，但这几天他们好像关了面摊。可能是天气不好吧。嗯，那不能换别的地方吃啊？不行，必须在这里。这里啊？谁呀？你好，我是阿四的朋友，我叫公益。是阿四。等等啊，去，别一惊一乍的。你们是阿四的朋友啊？嗯。可是阿四不在，他都好长时间没回家了。他爸爸说他上中国做生意去了，说那儿的什么经济环境好。我也不懂这个。那叔叔呢？他也不在家。哦，你们饿了吧？刚好我煮了点面，还剩两碗，进来吃吧。进来吧。哦。不好意思啊，就剩这两碗了。谢谢阿姨。哎，谢谢阿姨。没事，阿姨，谢谢啊，分着吃就好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阿姨，谢谢啊！不用谢，不用谢。嗯，阿姨，好吃。好吃就好，好吃就好。太好吃了。好吃。嗯。哎，阿姨，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没事，没事。老毛病了。叔叔什么时候回来？他忙。阿四走后，就没有人给家里送货了，他就更忙了。我下次要是看到阿四的时候，我就批评他，让他赶紧回来帮忙哦。杀害阿四的凶手，你们抓到了吗？
没事，说吧，我都知道。阿斯他爸爸一撒谎就抠手指头，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是怕我难过不和我讲，我也就不说破了。今天他不是不在吗？阿斯这个样子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阿斯的事我们很遗憾。你是阿姨，我知道你。阿斯，我们阿斯要是早点觉悟就好了，就不会有现在的下场了。记得他跟我说过，他的目的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万一大熬出头，也可以让你们老人家早点享福。阿斯是个好孩子，也很孝顺，就是走错了路。这也怪我，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我没有教育好他。阿姨，阿姨，你别太难过了。你看现在这个家也不像个家的样子了。自从阿斯走后，他弟弟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阿斯还有个弟弟啊？对呀。阿姨，没关系，我们三个人朋友多，我们去帮你找阿斯的弟弟好不好？真的？放心吧，包在我们身上。谢谢你们，阿斯走了，我就阿武这么一个儿子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没问题。我给你们倒点茶。好，你们坐着啊。谢谢啊。来。哦，你应该早跟我说。只有这些，才几十块钱，你还在那儿想？我那边，来，放这里好不好？嗯，啊，你看这小时候不是还挺瘦的吗？怎么长大变那么胖？郑远，来，怎么了？你看这不是，是不是保罗啊？看见他老人家那样，我真不忍心告诉他真相。以后我们能帮的就多帮一点吧。嗯，如果我们爸妈还在的话，会不会做面给我们吃？嗯，一定会。你吃过吗？我吃过。什么味道？下次我做给你吃。说好了啊。怎么样，平复一些了吗？我不想回去圆桌了，一回去就忍不住，所以我就来你这儿了。对你，我这里不关门的。哎，听说你们今天都去吃面了。对。没想到保罗和阿四，他们都是好人，只可惜被张博那个王八蛋。还好那个王八蛋死了，不然得害死多少人啊。还有于峰呢，
对啊，你说申哥是怎么抓到他是卧底的？当时我在场，申哥答应一个警察用金表的下落去兑换卧底的信息。警察？嗯，当时申哥收到一条语音，说是在中国庙见，我听得出来那是于峰的声音。不对啊，中国庙见这个是于峰跟他的上线老鹰讲的。对啊，当时发信息的人给出的条件就是要申哥找出金表的下落。等一下，这事情怎么好像连在一起了？徐警官说他是老鹰。徐警官？我早就跟你说许鸿生不是好人。哎，一哥，我还真记得在找内鬼这件事情之前，他还真有去过圆桌一次。哦，怪不得他一直执着找耗子，而且一再问 SD 卡的下落。于峰不都说了吗，谁要找 SD 卡就说明他有问题。现在知道原来是他出卖了于峰。爆炸之前耗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不要相信。但不要相信什么？不要相信，这种一般都是说已经相信了的人或事才会这么说。所以是不要相信许鸿生？对啊，不是他还有谁？可他现在已经是代理局长了。那对了，张博这次能打起这个反击战，都是因为他把申哥请到局里去喝茶了。那就是他，报警抓他。哎呀，这不对啊，自己本身就是警察的头，他也不会自己抓自己。他能挤走原来的长官，肯定是背后的力量起了作用。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抓住确凿的证据，然后曝光给媒体。证据有啊，证据在我们手上。那边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成情啊。哦，他呀。老鹰？对呀，凶手就是老鹰，我们全部都对上了。要不是他，于峰就不会死。我怎么看秦姐的状态没有什么破绽啊？谁？史安琴？他就是老鹰。那啊，不是，那许鸿生是什么？他现在是代理局长。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这，我们说的老鹰就是许鸿生啊。你们有什么证据吗？我就是证据啊，前提是他是老鹰的情况下。哎，等一下啊，我现在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是不是一个卧底只有一个上线？没错。那即使你们在一个组里，卧底的信息也是不能共享的。是的。那就没错了，光是许鸿生冒充老鹰这件事情他就洗不清了。嗯，那许鸿生怎么能够知道于峰跟老鹰说的那些话，还有豹哥的那个录音呢？只有一种可能，监听。对啊，就是监听。可惜就算有这个证据，估计他也做了处理了。而且我相信即使你们和他当面对质，他也能想出无数种解释把话说圆了。他和秦姐毕竟是未婚夫妻的关系。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他们俩是一伙的？我本来以为我蛮笃定的，现在我也不敢说了。我想起来了，施警官审问我的时候确实关过那个监控，但是他问我的问题又是关于于峰的。说到监控，其实我刚才去看了郑王浩安大楼爆炸前的一段监控视频。怎么样？明显做过手脚，而且有能力做手脚的也只有他了。其实我之前也怀疑这颗毒瘤是许鸿生，我们必须要承认他做事非常谨慎，而且他现在身居局长的位置，我不建议你们轻举妄动。那你呢？
哎，你知道环贸大厦发现了爆炸前遗留的一部分监控视频吗？啊，那个，我已经去看过了。